好像蛮痛。今天的妆是柏林帮我画，蛮好看。你看这眼妆，不要脸。哈，看这个妆，吸气太高。哈，小姐，哈哈哈哈哈，吸气太高。哈，吸气太高。哈，吸气太高。哈，你要哈出来啊！你要哈，吸气太高。哈，哈，吸气太高。哈。刚才肩颈僵硬的，有没有？小姐，你松了，厉害，已经松了，轻松了，吸气抬高，吸气抬高 ，OK， 受得住吗？可以。我能 Q， 我能 Q 呢。有没有？这边还紧紧的，你看这边软掉，超软呢，怎么会这样？吸气抬高，花鸡丁加了，什么？真的？你相信我？乖，真的是花鸡。呀！你们拍照看看。这边肩颈超紧，整个亮起来，很赞。来，手握拳头，就比较有力了哈。有。深呼吸，深呼吸进来，比较不会那么卡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正常要这样。嗯。哦，好痛。哎，这个来讲，它异常的点，它就很容易造成你有时候站不住。嗯。你要从这上来，这个有没有好几颗？嗯。到上面才比较没感觉。嗯。去了。哎，没有了。去哪里了？去哪里了？哦，没有。大力一点哦。嗯。完全不动，脚会揪起来，现在不会。对，这样才正常。嗯，觉得还行吗？舒服吗？哪里？小姐，你帮我化了妆。Oh my god， 脱妆，我看一下你现在的状态。哎，还好。嗯，好像还行啦，还是蛮漂亮的。对，然后拿东西尽量直上直下。好。好，有些时候我们要做这样子。嗯，或者做这样子，那这都会顶住，那这样子会有高低差。嗯，哦，你放下来高低差来扎，它就是有些点不一样。侧睡尽量这样子。好。哦，这样子的话有没有一个拉扯力？再转身，会跑掉。老师在教有没有认真听进去？真的。我觉得比我去按摩还爽。我是去台北按摩，然后按1300。我按油压嘛，然后1300，然后按1小时，然后按完出来，我还问我妹说，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累，很累，没有完全没有感觉，累，我好像跟刚进去一样。而且打价格又小真的，小资整骨整起，真的，莫惊莫慌莫害怕。哈哈，你顾得还不错，我有啊，对，这里才一点点而已，吸气抬高，不要动一点，好，来，吸气抬高，好，抬高。记得高，记得高啊！这样会岔气，要不香。抖音示范的是标准版的哈，来，要抬高一点哦。嗯，气气抬高哦，酸哦，抬高，酸，再捏软。哈哈，萌萌的，行吗？嗯，来，气气抬高，酸，酸，酸，高，气气抬高，确定吗？嗯，这个软掉，他这也软掉，这种伺候你，哦，有一个偏右边，偏左边，有的人会偏右。
来这边，好，跟这边，你看高低不一样。这边有没有紧紧的？嗯、Max 版。准备来了，我们深层放松。然后呢，你现在脚抬一下，有没有？是不是抬这样子 ？OK， 来抬一下。好，两只脚抬一下。好，这样子 OK， 好来。表情准备要变化了。有没有酸？有没有酸？有没有酸？行不行？很紧，很硬。轻轻的就好了。好啊，做测试啊！把你脚抬起来，老鹰，抬起来，怎么样？我这边都看到你的脚，我刚刚看不到你的脚哎、欸。可以哎、欸，没有很上哎、欸。哦，不要翘脚哦哈。哇、哦，这是翘脚的感觉就出来了。嗯、哦、嗯。行不行？受不了了。有没有？是不是抬这样子 ？OK， 来抬两只脚抬一下，好这样子，来扶起啊，有没有 ？OK， 可以，准备拔罐很爽，准备拔罐。我们有2.0、3.0、4.0。以前我们形容是脚踏车、重机、高铁、火车。那我爸爸都吃很重，他用拖拉机吧。我哥第一次还直接给他吹下去啊，吹了。这是能承受的，是轻轻的而已，哎，所以都不用紧张，就是直接争重点。够穷，对吗？像剑龙，有剑龙，两处博物馆看到一只剑龙，登上天堂。剑龙，没有，我每次来这边回去都一定睡超好，隔天精神会很好，我觉得。哪里？它油是，哎，好多汗啊，超油哎、欸！马上进行清洁，这个非常赞赞。那今天这个枕骨大家觉得真的超松，因为我肩膀跟那个脖子超紧，去找按摩，因为想放松就都没有用，就按摩我现在超松，超松。最后帮你贴的药布也是不是盖超对，很凉很凉，有感觉的哦，是有感觉的那种药布。想知道可以就私讯我，在老板说他们要低调一点，就是对他没有预约制，而且我伯父伯母一直叫我不要拍。哥，你不要到时候我们要自己去抢，就我们自己都用不到。但好东西我觉得像那种东西不小到。所以大家记得支持我们的神火不红利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！哦，好。